看看哦，最近爆红的 Hold 住姐红到什么程度？红到连天后王菲都关注到她了。同时呢，就连这个央视春晚传出也想邀约。整个场面我要 Hold 住，就算搞出 Party，OK，Hold 住。Hold 住姐的火红语，一秒变格格，整个场面我 Hold 住了。现在不但红到大陆去，传出春晚也争相邀约，就连天后王菲也关注她呢。王菲经见外头流传自己的盗版专辑被合成古装头套，还有大胸部，犹如 3D 肉蒲团。她忍不住在微博说：“盗版界实在是太幽默了，借谁的身子和谁的法，快来认领，我真的是驾驭不了。”最后还引用爆红 Hold 住姐的名言 ：“Hold 不住啊，让本尊踢到直呼是好开心。”我的马步要扎稳 ，OK， 我的 dress， 马步扎稳 ，OK， 会被撞到，会被撞到 ，OK， 我今天被撞到啊，一个 move 回来。这些话已经变成国民语了，现在更是红到大陆去，浙江卫视、湖南卫视等五个节目争相邀约。至于春晚经纪人则是说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，不过看起来 Hold 住姐的人气是越来越高了，以后场面恐怕是得越 Hold 越大咯。中天新闻郑仁宗、赖翔培台北采访报道。